是吧？他们安的不好，我是看的了。哎呀，一条老板的消息传出了是吧？有准备了吗？是倒了还是变形了？倒了还是变形了？这次是拉断的，别的是扭断的。哎呀，真大！我看皮的是拉断。箱子再大一点，那箱口越来越大。它动力头加压加的比较慢，可以快，它不敢快。不要停，不要停转。你们两个的思路现在有点你还没加才能出没关系，没加压的话应该不是这么关系，加压的话习惯一下。提倒是不要提，我觉得可以适当的提一下倒是拿过来，不要提，可以停一下，因为停一下它转杆就花头就消失了嘛。对，就是说你这个提转杆不要转的，提转杆不要转，提转杆不要转。它拿着呢，不会。提转只能转转嘛，它只要动了一下，它就不动。你反转，它反转。它也下不去，它弹在上，还在转杆那个螺旋上面，停在上面。对了，对了，完了，王工，他转了一下往下压的时候，压力会降多少？送双杆变成单杆。啊，双杆可以变成单杆。啊。单杆机几乎。